放大了，别放大了，好丑啊！但这就是真实的世界，没有那么多美美的画面。就光真的太奇怪了，因为是顶光，感觉我状态好差，但其实我这两天状态挺好的，我觉得。那一起来护个肤吧，大家就是不要太介意这个灯光哈。我最近呢在进行那个非常火的早 C 晚 A， 所以说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脸很干很干，而且还有点肿。我整张脸其实现在是有点肿的，现在是干手干脸。第一步呢就是这个修丽可的维 CE， 我用的是 CE， 比较适合干皮，就像我这种哇脸颊超级干。它呢是要用在你护肤的第一步，而且大家如果买了它之后，就比如说拿回家的路上啊，或者你是邮寄过来的话，它不是一路上会震动吗？那样子它里面的一种什么什么因子还是分子的，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就会受到破坏。所以说拿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放在冷藏柜里面冷藏一个晚上。第二步呢就是这个Zo Skin 的紫外线精华，你们的皮肤屏障啊什么的就会受到紫外线的一些破坏，所以说它这个紫外线精华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修复我们的一些什么紫外线屏障啊。哎呀妈，抹到嘴上了。这个里面因为含有 A 醇，所以上脸的时候会有点辣辣的，但是是正常的，你习惯然后那个耐受建立之后就好了。用完刚刚那两个呢，我的脸现在其实还是很干，所以说最后呢我再会用上这个我最爱的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挤两泵然后再手心这样子揉搓乳化，也是很快就被吸收了。然后是眼霜，其实之前我是会把防晒算在我化妆的第一步，后面我发现防晒呢它真的算在护肤类的，因为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每天你无论化不化妆都是一个必须的步骤。如果你经常的坐在窗户旁边啊，或者你家太阳特别好的话，还是稍微涂一点薄薄的这种防晒。好了，那这个呢就是我的晨间护肤步骤了，我现在要去把这个头发吹一下了。我觉得呢还是要化一个妆，就算在家没什么事儿，但是稍微化个妆呢心情也会比较好。那 OK 不妆了，更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在录 vlog 嘛，那我还是想说不要这么素，我现在真的是就戴了个美瞳。好，第一件事就是口红，我新买的一个 CPV 的新出的一个款式，它是有一点点提亮肤色的功效的，大家看得清吗？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我的手上胳膊上有好多汗毛，我从小就是一个毛发特别重的人，就是你们看我的头发眉毛啊啥的都长得还挺好的对吧，但是这块长得好呢，那它胳膊上啊什么腿上的什么的长得也挺好的，所以说真的脱毛是我一直以来都在强调和坚持的事情。虽然啊就有一些这种小的汗毛没事，但就很容易显得你的整个皮肤是那一块是脏脏的，而且现在又要四月份了嘛，深圳这个天真的已经可以穿短袖了，所以我觉得脱毛这件事情呢又可以提上我的日程了。好，我现在上完隔离了，看上去是不是有气色多了，我现在再画一个眉毛。正好前一阵呢新氧找到我了，给我介绍了他们新推出的一个美次卡。先不说这个卡啊，咱们现在说一说新氧。我一直以来都特别喜欢看他们的推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不仅啊有各种各样的娱乐的一些什么整形的八卦，他的文章呢还让我对医美有了一个更正确更深刻的认识。他们的团队呢也都是非常顶尖非常专业的，所以当听说要跟新氧合作的时候呢，我是立马就答应了的，因为我对他们的了解已经很深了，所以我才敢跟大家来介绍他们。那这个美次卡呢就是新氧推出的一个医美护肤卡，其中呢就有冰点脱毛六次卡，可以覆盖以下的这些城市。我之前还收到私信，就有朋友用那个脱毛膏脱毛，不仅脱得不干净反而还长得更快了，真的是瞎折腾。就我也用过，我特别理解有急切的脱毛需求的朋友，但是大家呢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方式。激光脱毛呢就可以做到永久脱毛，因为激光呢会穿过皮肤的表层达到你那个毛发毛囊的根部，破坏毛囊的组织，让它就失去了再生的能力。我听上去好残忍。一般做个4到6次呢就可以永久脱毛。新氧它毕竟平台大，它出品的美次卡是肯定有保障的，美次卡合作的机构呢也都是经过了严格的筛选的。更重要的是，就如果你去体验了一次，然后你觉得这个项目不太适合自己的话，那些剩余的次数呢是可以随时退款的，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去了解一下的。那最后就是福利啦，现在关注新氧美次卡的公众号，回复斯诺呢就可以领取119元的红包。腋下脱毛六次卡呢只要169，相当于一次也就30来块钱，真的是非常非常良心了。那后面呢大家如果尝试了这个脱毛卡觉得还不错，还可以去了解一下它其他内容的美次卡，都是安全有保障，不会有其他任何形式的隐形消费的。好，那我现在其实画的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我还是想再稍微画一个淡淡的眼影，就是能让我的眼睛看起来更有神一点。好，我的宅家妆容这样就完成了。其实我现在有点饿了，走吧，我们去做个饭。刚做完饭好热，所以我先去把衣服也换了。我午餐或者晚餐都会选择吃的意面，因为它真的好方便，就你们刚才也看我做的过程了，非常适合我这种不太会做饭但是呢又想自己在家做饭，因为比较健康比较干净比较减脂嘛。我今天用的是这个肉酱的，其实大家也可以试一试，有那种番茄酱的或者那种马苏里拉芝士酱的都还挺好吃的。我今天呢不是特别的饿，可能是因为早上吃的那个花生酱吃了一大勺，所以说呢我就没有煎蛋，不然的话平时我会煎1到2个蛋在旁边放着。正好今天小吴同学出去工作了，所以我可以一个人在家，就是还挺高效率的，不然的话他在家我们俩就老是开始就聊天，然后就很难去 focus 在我要做的事情上。好，那我现在呢就要吃我的午餐，然后看看视频啥的了，我们一会儿见。嗨，我又回来了，刚刚把碗给洗了，厨房收拾了一下。下午的话呢要么就是拍视频要么就是剪视频，那我昨天呢已经拍了一个视频了，所以今天下午的任务呢就是把那支视频给剪出来。在剪视频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我最近真的超级上瘾和着迷的这么一个 app， 它是一个提高你工作啊生活学习效率的这么一个管理类的 application。 入门的时候会觉得很难，但是你一旦摸索到了那个一点点精髓的话，就觉得特别特别
别的上瘾。我现在还在摸索啊，不过但是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一点点小小的成果。那这个呢就是我的一个 homepage， 就是我的主页。那我用的这个头像呢是我最近拍到的还挺满意的一个照片。这边呢就你可以放一些你喜欢的照片啊、风景啊，或者也可以放一首歌都可以。那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一块，就是我的一个 daily task。 那像今天呢我就写了我要拍摄这支 vlog， 然后今天下午呢要发一条视频，晚上呢要剪辑这支 vlog， 就是这一块呢是我提醒我自己今天的一个代办事项。那这边呢就是我放了一些我希望我每天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大家就可以看到这边打勾了呢就是我完成了的当天。这个东西呢就会让我特别的有成就感，每打一个勾我就会更有动力去做下一件事情了。这个页面呢就是我的 workspace， 我是用了一个那种橙色系，就是我很爱的那种夕阳的感觉。下面这区域呢就都还在空着，我反正就是慢慢摸索吧。这个网站真的是就会让你很有动力，很有规划，然后真的是很能提高你的效率。那我现在呢是真的要去剪视频了。一点，然后长一点，这样。嗯。噔噔噔噔噔噔噔。你不尝尝汁咸不咸？嗯，快录我录我！我对镜头说，难看吗？丑吗？但你后面好多瓶子。哦，没关系，这个真的好好吃，我给你点一点。嗯，不错吧？嗯，酸酸辣辣的。哇，好辣！我宣布以后这就是我的晚餐了。但是很咸的。没事啊，我有肚皮。我的主角登场，包一个大虾、小米辣和香菜、鱿鱼丝，手洗过了，很干净。这样子，好，一个卷完成，我的减脂晚餐。虾腥不腥？酸酸。辣辣，这个卷的卡路里真的非常非常低，又是很健康，而且很好做。你没发现我一滴油都没有放吗？那我们现在就要去吃饭啦，干杯！那我现在呢，准备来护一下肤，但是在护肤之前，我想给你们看一个我今天收到的好东西，就是这个防晒口罩，它能把这一边全都给你遮上，就把你的脸这样子保护得非常非常的全面，夏天必备。打算把它洗一下，因为这个是新的嘛。卸脸用的依然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个 Eve Lom 的。哦，好喜欢这股樟脑的味道。我每次用这个卸妆油的时候，我都会洗很久很久的脸。洁面的话，我最近用的是这个氨基酸洁面，比较温和的一个洁面，但它就是非常的难搓泡泡。每次洗完脸之后，那个衣领肯定都是湿一片。那晚上的护肤呢，我希望是比较精简，然后把重点放在 A 醇上面。第一步就还是白天用过的那个紫外线精华。娇韵诗的双萃，我白天和晚上的眼霜用的也不一样，白天用的是这个 La Prairie 的鱼子酱，这个里面呢它也含有 A 醇，所以就是比较适合在晚上使用，它的抗皱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主角，这个露得清的 A 醇面霜， A 醇晚霜。我用的这个浓度呢是 0.1 的，其实我之前入的是这个 ZO Skin 0.5 的，我用了之后那个脸啊真的是烂到不行，就是如果耐受还没有建立的话，就千万不要用浓度这么高的。所以这瓶呢我就先给它放起来。不过你们真的也不要小看这个 0.1 的，这个 0.1 的涂的前几天脸也会红也会肿，然后也会掉皮。好，那这个呢就是我的一个晚间护肤 routine 了。我为什么这么信任早 C 晚 A 呢，主要还是因为那个 BBC 的纪录片就是有做过实验，真的是表明了 A 醇这个东西 retinol 是唯一一个对抗老是真正有用的这么一个成分。不过这个方法呢确实不太适合很多，比如说敏感皮或者干皮，就还是要看个人的承受能力，量力而行。那希望你们还喜欢今天的这个 vlog。 其实我蛮少拍 vlog， 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其实挺无聊的，确实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挺充实的，但是我不知道拍出来就你们会不会觉得好好玩好看。